特别没修，一直沾插经修的忏悔法啊，绝对消除恶业。那境界相，只要你一天拜忏，那境界相随现随消失，随现随消失。这有时间长，也有时间短。这种现象呢，别让我说现象呢，我是没有，但是我在纽腰大概有这么三四个月，天天晚上做梦，那个脑壳一搁到枕头上去就睡着了，就做梦了，到醒了为止。第二天只要是一到睡眠，脑壳一搁到枕就做梦了，大概有这么100多天。这个就是现在许世的你所有的经过，有时候修行很好，有时候有造业，有时候造完业了又修行，它一世一世的不断呢、大概是从我自己的梦，大概是从那个唐末宋初开始，一直到我的现生，对，就是在美国那一段时间，在我跟弘觉法师讲过，但是这个没有升到决定，没升决定呢，也没有开智慧，也没有什么业障，就是善恶好像两个，既不偏于善，也没偏于恶，好像正常的运转。这叫劝许世的业，过去所作所为的，一生一生的就像这样浮现。又者福次，比如众生，就说修忏法的人啊，不修地藏忏的人，不修沾常忏的人没有，这个比如众生专职修忏法的人啊，说这个修沾常忏的忏法的人，虽然没有能够见我的化身，也没听到我的化身说法，那么他应当呢学个至诚心就好了。这句话就这么个含义，只要能使他身口意得到清净相，我以护念他。有些你拜忏虽然身口意清净了，上来所说的地藏菩萨现身或者说法呀，或者加持你啊，这种现象没有，机会没有，没有见到我的化身，也没有闻到我给他说法，那么他就应当学自心。自信下文要讲的啊，使他身口意得到清净相，这一类众生我以护念他，护念他就是令他一切的障碍啊都消灭，修道呢很快成就。护念的意思就是那些个外邪魔呀、天魔波旬呢、想来破坏他修道的力量都不能进前，就是地藏菩萨护念的，乃至于95种的外道邪思，一切鬼神不会扰乱到他的。这个时候所有罪业五盖十缠呢什么都没有了，他可以修禅定，也可以修智慧，智慧就学经啊学法呀，禅定就习定啊，和定慧两门，一个子一个观。那么呢就能够修子观，就能得到，但是这个是得的清净轮相的啊。福次要在末世一切众生虽不闻求禅定智慧除药之道，但照种种的纵恶贫穷
困苦、忧恼、逼迫，在这个时候也应恭敬礼拜供养忏悔作讷，忏悔自己所做的讷事，悔所作讷，就忏悔过去所做的讷事啊，这讷业现前呐，恒常发愿，那自己呢，经常的发愿，这个愿每天大家道友都要放，一个忏悔，一个回向，忏悔每天都要忏，发愿帮助别人，利益众生，把我所做的好事啊，全回向给一些众生，给那受苦受难的，那我所做的错事儿，我全忏悔，就贫穷、贫穷、困苦、忧恼，种种逼迫呀，依照这些个境界向现前，您恭敬礼拜供养，这都是我过去呀所做的那呀，现在现前了，那你就忏悔吧，改正吧，就念地藏菩萨忏悔，让那讷业发现不太严重。那你怎么办？一切时一切处，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，一切时一处称颂我的名号。这个称颂可不要虚情假意的称哦，要至诚，要恳切，那种种衰老呢就会消失了，把这个报身舍掉，而再生生于善处。这没说这个，没说这个愿者发愿，如果那你加上你一个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那地藏菩萨加持你，让你得生极乐世界。说我们在末法的众生啊，一般的都为生活所逼迫呀，种种因缘，如果你能见到寺庙，如果能到这个寺庙里拜一拜，不是善神啊，不是那些个神庙，只是说是佛佛菩萨啊，但是也没有个求处理心，也没说求定求慧，也没有想说除药法门。我很多佛弟子他没想了生死的愿，不切呀，不是信佛的人三宝弟子都要了生死啊。我们可以自己问问自己心吧，是不是每天都求了生死啊？再加二颂优婆塞又会一步说了，像我们出家的道友们每天早晨清晨上早殿，你发个愿啊，我要了生死啊，每天都发愿，我要了生死啊，我要断烦恼啊，是不是这样做了？自己都清楚，外人不清楚，唯有自己才清楚。每天对自己所做的呢都悔改吗？都做个发愿忏悔吗？能出脱种种衰老，这得经得起考验，自己最明白了，外人都不知道，外人谁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例如说我们说啊，经常大家所念叨的，当我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，以众舍以助圣众香花来迎接我，让我心不颠倒，就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能做得到吗？你要以散乱心，能去得了吗？弥陀经说得很清楚啊，要一日，要二日，要三日，要四日，乃至七日，你得做到一心不乱，才能生啊。能生
得得到一心不乱，不能生是你心里散漫，你自己相信自己不啊？你认为你能生不啊？说我决定能生，我心不散乱，意不颠倒，没有病苦逼迫你，你发愿可能做得到。要你在八苦交煎、生死之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能这样子吗？是吧？对，大家经常是求生净土，有个咒：嗡阿弥巴弥德杰哈拉哄，大概是嗡阿弥里达德杰哈拉哄的十个字，嗡阿弥里达德杰哈拉哄十个字。如果在那个时候你还能念嗡阿弥德杰哈拉哄，嗡阿弥里德杰哈拉哄，阿弥里德杰哈拉哄的时候，你要在那个时候能念这么一句，绝对能生。那当然业障现前，咒不现前了。你平常一天念十万遍没有，三万遍没有，念一万遍乃至一千，念一千遍，但是天天念嗡阿弥陀佛德杰哈拉哄，绝对能生。到时候业障现前，咒语忘了，念不出来了，你必须平日的功力把业障消了，到时候你一念这个信心不变，这叫虽然还有业障，阿弥陀佛的咒加持你啊，这就叫带业往生，并不把业障消失，带着业生极乐世界的。当你升到了呢，业障就没有了，业障就消失了。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坚固，不管你学哪一法，第一个条件就要信心坚固。地藏菩萨跟我们这样说，也是让我们信呢。佛赐未来之事，地藏菩萨又嘱托我们说，在末法的时候啊，未来那时候，或者在家的，或者出家的，这些众生想要求一个三归五戒清净的妙戒，但是过去呢犯了很多的罪，没有机会受个三归，还不说五戒十戒八戒了，更不要说了，就没有个机会能使我得受清净妙戒。乃至于受个三归五戒也得重罪消灭啊。如果是真上的重罪，你能得到受戒机会吗？得不到，不得受者，因为你做了真上重罪，你受不了戒。但是地藏菩萨呢告诉我们，方便修忏悔法达到自信，令其自信身口意这个善相得到了，但是得从自心得到。对，或者你念佛就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你得要自心的念，不是自心不灵，要达到自心了就灵了，受戒得戒消灾免难，你要灭罪难呢，罪难也消了。或者是要比众生想学摩诃眼道，摩诃眼就分大乘道啊，
享受大乘的经典，或者享受菩萨的众戒，我们道友都同时受菩萨戒，很多人都受过菩萨戒啊。菩萨戒不犯是不可能的了，特别十众四十八情，你心里一动念就犯戒了，跟比丘、比丘尼戒、三皈五戒完全不一样。三皈五戒乃至八戒、十戒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这是事啊，你得犯了才算究竟。菩萨戒不是啊，菩萨戒是理啊，你心里一动念就犯戒了，不能造成事实，因为是心戒，心戒是心犯，只要一心头一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你就犯了戒了。我们这凡夫心能不起心动念吗？这是办不到的。不过戒律总说呢，舍律与戒，就是那规矩啊，行住坐卧呀，说善法界是善法是哪法啊，这个就深了，善法跟哪法这个意义啊，比那律仪界就深了。菩萨界是化众生的界，化度众生，这里头化度众生的善巧方便多，但是你举心动念是不是合乎大悲心，合乎大慈心，这就分析了，讲究智心了。智心就是你自心一处心诚恳，对，没有妄念。说这个段经文呢，地藏菩萨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想菩舍受菩萨戒，或者得受根本戒，乃至于三皈五戒，那你请师证明，谁是师父呢？十方诸佛菩萨，请十方诸佛菩萨来给你证明，那你要发愿，发愿一心立愿，注重在一心啊！这一心，咱们一会儿下文就专讲呢。完了，把戒相了解清楚，承办戒相，先说是根本，这叫众戒。完了以后才说四十八情，这叫轻戒。轻重都具足了，对，身口意都具足了，在佛前自己发愿自己受，自是受戒，对佛像、对菩萨像、对地藏像，没有师父给我受戒，找不到师父给我受戒，那你对佛像前受吧，但是得自信。地藏菩萨的说的善巧方便，如果你能自信在佛前受也得戒，是大乘受戒法啊。说你要想普行菩萨道，那你必须得受菩萨戒，身口意三句境界，舍律戒、舍善法戒、摇衣有情戒，这菩萨要受摇衣有情啊，对，就是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有十众四十八情戒啊，那叫菩萨戒、利益众生戒。
一般的在家人呢叫二句境界，出家人呢叫五句境界。说大乘摩诃言，这个专讲一下子啊，就是我们发菩提心了，要行菩萨道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你要受菩萨戒了，这菩戒啊，应当受菩萨的根本众戒，嗯，受了戒了，要持戒，特别是舍善法戒，收摄一切善法，摄是摄受的意思，所有一切善法要布施给一切众生，把一切善法都布施给一切众生，这从行善方面做好事方面讲。但是你要想利益一切众生，你掂第一个要舍律仪戒，菩萨有菩萨的律仪，舍律仪戒把大乘小乘一切所说至此的只那行善的一切方便，这叫舍善法，收摄一些善法，把这一切善都布施给一切众生。舍化众生戒，要想化度众生，佛也知得有戒律啊。你要想度一切众生，愿一切众生都成佛，得先具足一切戒。没有清净戒思，找不到清净戒思，不懂得戒法的不能传授戒，那叫清净戒思。在戒律里面有讲，如果戒思不清净，你不得传戒说法。所以在某一大师啊，他想受戒，在南阎菩提他观察找五个清净戒师找不到，没有，不可能，他才在大藏经里头找，才找着善恶业报经，这个经以前没人说，是从某一大师开始的，他在藏经里头找着的，找着他就一直这个善恶业报经拜忏拜旃扎忏，他得了清净轮相，他得了戒了，但是他不会做旃扎轮，说这个法也没得到传，一直到弘一大师，弘一大师是专弘某一大师的，他查出来弘一大师在做旃扎轮，才发愿弘扬旃扎善恶业报经，做着旃扎轮呢，他没有讲旃扎善恶经，旃扎善恶业报经某一大师做的一部旃扎一书，除了这么一个注解之外，其他注解没有。这里头告诉我们说，行善属于舍善法界，收摄一些善法呢，行善里头的也有行善的规矩啊，我们做好事儿，还犯了错误了，还不知道，
做好事有做好事的，也有做好事的规律啊。这叫舍善法界啊。所以戒律里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清楚。在你行布施道、摄受众生的时候，你心里有杂念没有？心里清净没有？这个关系非常大，因此必须得想到，必须想到。同时要护念自己，像我们无缘无故的伤害众生、杀众生，你不知道啊。例如说，举个例子说，我早晨出来走路，你知道你脚下踩死了那个小虫子，你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生命啊。对，这也告诉我们，假使说你早晨一开始一走路，你要念一个偈子，从早人旦直至暮，一切众生智慧护，要以足下生其行，愿汝及时生净土。念念观想，把这些众生都送到极乐世界去，因为你不知道伤了没有伤。那你早就先念这个偈子，完了下生穿鞋走路。假使说把他误伤杀踩死了，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愿汝及时生净土。你有这个力量吗？不是你的力量，这个偈颂啊，是一切诸佛的力量。你念这个偈颂，加一些诸佛菩萨的力量，表示你念念的利益众生，念念的不伤害众生。因为你这一念，就感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力。这个偈子呢，是产生的华严经文殊菩萨说的，华严经的净行品，文殊菩萨告诉我们一个，说你早晨一起来一穿鞋要出去的时候，你千万要注意，你先把这个咒念一念，这个经上就是咒，从早晨一直到晚上，到你上床不走路为止，从早人旦直至暮，一切众生智慧护，要与足下伤其心，愿汝及时生净土。对，在这个这又是愿又是行，说净行就是大愿，文殊菩萨大愿，那一共有140个，我你都能念一念，直至成佛。善财童子参完了普贤菩萨，文殊菩萨让他念这个，普贤菩萨让他再参文殊，参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让他再参文殊，文殊菩萨才让他去参普贤菩萨，所以沾茶善恶业报里头啊，有很多是华严经的偈颂。是为什么弘一法师他把这个沾茶善报经定为是大乘，不是小乘，不是一般因为算命啊、批八字啊、打卦啊，那就绝对错误的，这个那个不同，这叫心法，心地法门，善用其心。地藏菩萨又说，复次我来世的诸众生欲修出家，
我来众生发心呐、啊，想离开尘世，想出家，或者已经出家了，就说嘛，比丘，比丘尼啊。那么要求得见，没有清净的善思的末法吗？南阎浮提在明朝的时候，某一大师说，在南阎浮提找五个清净比丘，没有，受不成戒。那现在的末法传戒的时候，也是都很多不依佛制啊。那佛规定20岁才能受戒，但我们的善巧方便呢，和能戒。说我出家，我才16岁，受比丘戒，我怎办呢？我得戒和尚戒1岁，戒给我1岁，啊，传戒和尚戒1岁，啊，大师傅戒1岁，领导我的引理师戒1岁，就凑够20岁了。这能戒得到吗？这叫捏着鼻子红眼睛，眼睛看见的不可以，那把鼻子闻上，闻不到味儿就行了。实际上是不能得戒的了。所以在南瞻部洲找5个清净比丘找不到，所以某一大师也想得清净戒，在大藏经里找，找出了占察善乐业报经，以这占察善乐业报经发无上的道心，占察用占察轮得到3业清净了，那就是地藏王菩萨，就是得戒和尚，地藏王菩萨也是引理师，地藏菩萨也是三师，三师齐正啊，云里寺地藏菩萨一个人包办了，包办就是你念地藏王菩萨用占察轮像，占察轮的3业清净，你得戒了。这是地藏菩萨说的啊，啊，你心有疑惑，不能如法的得出境界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发先学发无上道心，无上道心，咱们就说简单说吧，发菩提心。完了，使你身口意得清净。发菩提心，这个时候身口意清净，说没有出家的可以剃度出家。说已经出了家的，你要立愿，立什么愿呢？自是自己发誓愿啊，来受菩萨戒，来受三聚境界。这时候据照波罗提摩叉的出家之戒，就算比丘尼。完了之后，受完了，再去学毗尼律藏。菩萨摩诃利伽藏，受持同寺观察修行，就是比丘尼戒，是属于清净僧。受戒的时候，最尊贵了，最无上了。到达什么程度呢？人天师表，待你知察清净轮相的时候，得了清净轮相了，比藏王菩萨给你受的三坛戒，沙弥比丘菩萨，所以。不过这个问题在一切论呢，一切师的论上啊，也是这样说，说在这个相法已经过了，末法时期，这个时候享受戒，
非常难，没有清净的戒思了，那你就做无作无虑的，无作这种律意来受。但是你思想啊，不能有怀疑，如果怀疑戒思传戒的师父不清净，但你受戒跟你受戒的轻重不清净，你不能得戒啊。因此地藏菩萨他行的善巧方便，他有告诉我们，你要孝想得戒，要没有师父给你传得戒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地藏菩萨告诉我们说，你就怪跪在佛前拜旃茶忏，这个拜忏不修其他的啊，专求得戒，这叫求戒拜，专门求得戒。这个时候要发无上道心，无上道心就是菩提心啊，无上道心发成佛的心。但是你只得知身口意三业轮相，如果三业轮相都清净了，那我跟你受戒了。地藏菩萨说，你三业轮相都拜到清净了，你已经得戒了。没出家呢可以剃度，可以披上法衣，地藏菩萨收你做徒弟，给你受了三坛大戒，但是轮相得清净，这个不能冒充的，绝对拜的三业清净，这叫自受戒。牟尼大师就是这么受的戒，所以牟尼大师提上旃茶忏那业报经啊，这是他的受戒的缘起。要随出家，说已经出家了，年未满二十，还不到二十岁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只能应当发愿，不能受戒，先发一个愿受的，受沙弥世界十根本戒，或者受沙弥戒，沙弥尼特别指出来，沙弥尼的别戒也一样的。也用制法受沙弥沙弥尼戒，只要一旃茶经受了戒了，也叫沙弥沙弥尼。但是应当供养即是旧出家学大乘心的具戒者，这个说的很明白，学大乘心的不能跟着学小乘人一块儿，学大乘心的人做什么呢？只能依着他跟前做你的依止寺。你要出家得有依止寺啊，这五年当中你得依止师父，不能离开师父，随时向师父请教戒，如何修行一乖，如何吃沙弥沙弥尼戒，那师父随时教授你。但是依着地藏菩萨受，年未满二十的地藏菩萨也不给你受，你不能算比丘，比丘尼你必须得年满二十。那你可以先受十根本戒，沙弥尼别戒，可以受菩萨戒，但是呢还是作为沙弥沙弥尼。对，说我寡受是比菩萨戒，
那只能在家居士，出家不行，不受比丘戒而受菩萨戒的不能算出家人，得受比丘尼戒的才能算出家人，才能算比丘尼。说我已经出家了，年没满20岁，那你不能受戒，受戒也不得。因此在这个出家受戒的位置上啊，牟益大师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。同时你一直经律，一直这个方式受了戒呢，你要先亲近供养三宝，要先发道心，得找这个学大乘的受具入戒的师父亲近供养。这个意思就是说比你自己出家的早的，满了10年的，得满10年的，学大乘的，这样的来认他做师父，亲近供养，跟着他出家，不要跟着受小乘戒的人出家，但是你身口意三业，经常得对他们恭敬。说这个里头发心有很大区别，发心大道心的有没发道心的两个有区别，没有发菩萨心就是菩萨比丘一个发心与不发心，什么叫菩萨什么叫凡夫，就在发心上区别。发了菩提心的人就是菩萨，未发菩提心人就是凡夫。